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黑水沟的管道效应，还有黑潮形成的逆温层，这些种种呢，其实可以看得到，就是于将军刚刚所讲的潜舰，之所以在现代战争中这么重要，它也是为什么台湾的战略地位、台湾的战略价值这么重要的原因。而且我要跟强调，大家说为什么台湾不需要核潜舰？是，你看台湾海峡70公尺深，平均真正的需要的地方就是南北这两块，这两块需要下去一下去好几个月吗？不需要，我们只要顶在那个地方，让所有其他的潜舰过不来，我们侦察得到预警，而且能够防御就够了。因为整体我们有个优势，就是我们因为地球转向的问题，所以整体赤道的北赤道洋流会这样上去，从下往上，这是一个暖空气、暖海流上去之后被台湾分开，所以台湾这一块为什么澎湖旁边叫黑水沟，这块特别深，因为油升上来，它的那个整个流速会变得比外面快很多，是因为像个喇叭效应一样嘛，进来一样大的水进来，它的水管变细了、变窄了，管道效应上来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它的黑这个黑潮，它的喷射的气流相当强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渡过台湾海峡以前不容易？因为外面的看起来很平静，那里面的水流特别的急涌，不好过，那上面快下面一样快啊，所以说整体你的潜舰要在这里出没，必须要通过这个天然的洋流，黑潮洋流，然后呢整个征兆你很难躲，所以台湾在这一块为什么说台湾叫不成的航空母舰，它太重要了，是地略重要，战略重要，它的反共立场更重要，是，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经常讲说台湾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啦，因为一旦呢台湾失守的话，对于美国的 整体的国防战略，不要说西太平洋了，甚至连美国本土可能都会受到威胁，除了兵啊要改之外呢，武器也要进步，对不对？整体的这个国防的布局也要来进步。那我想要请这个于将军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关于最新的，过去大家都觉得这四个字是梦啊，国建国造，但是这个梦是不是已经快要已经可以看得到摸得到了，快要触碰到这个梦想了呢？其实台湾造船没有问题，台湾帮全世界造了很多船，而且那个船都非常的庞大，那但是台湾做潜舰这还真是第一回，因为潜舰的困难度远远超过造船，因为它要有整体的水压抗压，还要有声呐，还有它几个关键技术的获得。那么现在整个在整个潜舰的舰体没有问题了，我们已经克服了，我们本身可以做。现在未来能够在2023年第一艘潜舰下水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值得鼓掌。为什么潜舰这么重要？因为潜舰是战略物资、战略武器，别人不卖的。是，而且你说那美国不是跟我们很好吗？我们可以跟美国买。对不起，美国没有柴电潜舰。是，美国都是核能潜舰，是，所以说采养一定要自己做，而且自己做有个好处，就是你的所有的资源性能、声纳的方式，中共找不到，因为我自己做的，你到全保密对保密，你到全世界去找，你找不到，就我。那为什么潜舰这么重要？这叫地形了。这个地形大家可以看说，哇，我们看大海都一样，台湾四面环海，对，都环海，海底是长得不一样的。这个地方叫大陆棚地区，哈，这大陆棚这多深？平均水深，大家说哇，台湾海峡很深，告诉你，平均水深70公尺而已，哦，只有70公尺深。那你认为五之地啊？对对对，那你认为这个地方需要潜舰吗？不需要。那70公尺深潜下去，上面飞机就看到了嘛，你根本就躲不掉。潜舰要到150公尺以下，你才可以逆中。那一般我们这种柴电潜舰的潜的深度大概是300到400公尺，再往下潜也不行。核子潜舰可以潜到600。哦，那好一点的可以到650到700，那所以说核能潜舰在这里，阿苗你认为有用吗？这个在这边无用武之地，没有用。所以大家说，为什么美国的核潜舰从来不经过台湾海峡？因为没有笨到会走这里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七十公尺，这过去头都露出来了，还潜什么？所以说潜舰一定是走这里。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哦，发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常讲西南空域。为什么中国解放军的不管是电侦机、潜反潜机、轰炸机、战斗机这么多在这里飞？各位了解了吧？这里才能躲潜舰啊！是，所以来看看，哎，这边有没有躲什么？对对 对，来征兆，而且呢，也要帮他的潜舰做整体的联合作战。是，所以说他的潜舰到这里，说不定他的飞机在这边是跟他在做联系。为什么他一直想从这里？这是唯一中国的潜舰远洋，这里出得去而已，其他地方出不去啊。
这里不深啊，这里的话整个台湾海峡你看这都堵住，唯有这一块，这也是台湾的战略地位的重要。对，如果台湾被中国拿去了，代表中国在这边它的潜舰是畅行无阻的，只要中国的潜舰从这里一出去你就抓不到了，直接威胁到这个日本以及美国的西岸，第二岛链没有价值了，是甚至夏威夷就危险了，是它潜舰一下去你抓不到了嘛，它整个逆中下去你抓不到，所以说这块地方变成兵家必争之地，是你的潜舰从南海出来之后，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过这一块，而且在这一块你一定要起来，是你一定要起来，因为这一块比较浅，你如果硬冲过去你又不是无敌铁金刚把海底都撞烂，它一定要出来，所以你看这一块地方不管是美军共军飞机在这里特别的多，这就是台湾整体地略重要的地方。